係，係啊，佢係唔錯，因為玩呢種咧，而家好多人都冇見佢，我諗每個人都有自己即係嗰個風格嘅，即係唔係自己個。咁你一咪咁樣樣就分開咗啦，同啲感情啊分咗啦。咁你離咗婚之後，有冇諗過啊？學手上繼續有一個進一步嘅發展？當時好。